A purple flower. A red rectangle. 他这题要做什么？ Let's play a game. 他要做什么？ Please count the purple triangles. Purple triangles. 要数有几个？ 三四个。 所以要把它圈起来。 A color. 他说要 color 哦。 没有灰灰， 没有。 灰灰他说要 color one box， 因为他的题目规定啊，他说要 color， color 就是那个颜色，来，对。 1, 2, 3, 4 Good， 好棒哦，哎，答对了耶。 How many yellow circles do you see? How many yellow circles? Good。 欸，很赞欸，这个很厉害哦。再来。Uh-oh, try again. 他说 How many yellow circles? 1. 很棒。 Please count the green squares. 等一下要看那个绿色的。 How many red rectangles do you see? Let's count. 很厉害哦。 1, 2, 3 答对了，有三个哎。 Good. You made it. You made it. 很棒哦。 哦，所以答案是一个字。 很赞。 还有什么题目？你挑一个，随便挑一个，你随便什么题目都可以挑。你看是什么 ？Match the shapes that fit together. The two shapes will make a square. Make a square 会变成一个正方形哦。你看什么跟什么？用铅笔比较清楚吗？很赞哦。还有什么会变 square？ 这是什么？一二三四，哎。 对耶，六边形箭头，哇，你很棒哎！再来。 Each boxed shape is missing a piece. Match each shape to its missing piece in the center. 你点点看，你用那个点读笔点点看，应该会知道。看一下。Shape C is missing a piece. Missing a piece. Can you help complete it? 这样吧，你要点那个答，你觉得答案他会告诉。 是这个吗？你点点看，你再点一次。 Shape C is missing a piece. Can you help complete it? 对，你把它连在一起了。对啊，再来了。好哦，好了，再来。不用点了，不用点了。哎<笑>，你确定那个是那个答案吗？是吗？是。是哦，哦，好，那继续。再想一想哦。 不用想，不用想哦。好啦，再来。还有多多啊。对，好，再来呢。还有什么？你差不多。好啦，你怎么那么厉害啊？很棒。好，自己说自己100分这样。100分。好。好，再来。Draw the missing shape. 要他要你做什么？Draw the missing shape 是什么意思？画出。 迷失那个遗失的那个形状，对不对？哎，你会哦，越来越棒哦。A yellow star. 哇塞！哎，你那个你确定吗？那是 yellow star。 哎，你画错咯，噔噔！你看太粗心就会变成这样子，你太粗心了。来，让我支援你一个橡皮擦。支援？对呀，让我 support 你一个橡皮擦。太好笑了你。嗯。等下，它的那个，它是绿色的吗？ 黄黄绿绿黄黄哎，对啦，我来支援一个橡皮擦。
所以是要等一下你先用嘴巴讲，你要等一下要画下面要画一个是什么？黄色的什么 ？Star. Right. Good. Good. Yellow star. Good. 很棒，很棒哦。再来，你要看那个 pattern， 这个是什么？红红。对，红红，对不对？红红咖啡。有点粉红。啊？那有一点粉红。哦，它也有一点粉红，对不对？好哦，再来。他可能是希望你用画的，我在想，就是因为你这个 square 比较大，算了，没关系，你有概念就好了。你感觉很认真耶。好，拜拜。拜。嗯。